我们的联署行动进入到最后倒数48小时。今天我特别带我心爱的太太心盈一起来到台北总站，签下神圣的联署书，有呼吁还没有联署的支持者赶快站出来，我们一起体现主流民意最大化。我也在此向所有力挺台湾阿明的支持者宣布，郭台铭与赖佩霞定不辜负各位所托，我们会奋战到底。